玩游戏你就大胆玩，寒假老爸允许你玩游戏。爸，游戏非我必不，但愿学好拼音。你确定？寒假可就这五天 ，Keep 可是实不在人呀。放心吧，不是试探。寒假期间让你玩两天游戏，很合理。炸！不入新粉，试你游戏。有子如，速速何求？王叔，您不在家，不担心杨哥在家偷玩游戏？放心吧，他不会玩的。杨哥，你真戒游了？你懂玩一次和次次玩的区别？杨洋分得清玩一次和次次玩的区别。孩他妈，只要杨洋寒假期间能扛住游戏诱惑，就说明他的自制力很强。以后咱们就撤销对他的看管。所以。寒假期间游戏不能玩。万一杨哥胆子大，啥说不玩，实则还玩呢。放心吧，我也早有。先问你打一副上秀英。阿伟是我派去。是的。谁也不知道这屋子有多少亲戚亲友上的，另外不听亲戚。杨叔，杨哥今天一直不敢玩游戏。很好。这次寒假期间杨洋终于能收心学习了。可杨叔，这不是长久之计呀。这是开始，人们永远只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。杨洋不爱学习，本质原因是他不擅长学习，而我们就是需要让他觉得自己擅长学习。写好了，得让我爸看看。爸，炸！老爸，你文具太好，过年期间老妈一定喜欢酒的。酒楼马尿我已戒掉。这是今天审评的业绩，就当给你法律规矩，你们对不能这里其他都很贵，太贵。去玩一小时游戏，放松一下。我放玩一小时游戏，游戏还是资本家，但学习之书，知识就是我的。等等，耕田只有苍老的辉煌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总饱干饥饶。你没事吧？假的装久了也变成真的，接下来需要让杨洋觉得自己擅长学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爸，你不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？别学了，今天你二大爷请客，喜剧。来小浩、杨凯，你们俩同名，你到后学习好好，你们俩还是兄弟，写出来的奖励一个大红包。肯定是小浩，他学习最好。谈不上啊，比杨哥强点。好、哦、这道题有难度，给我张参考纸，我测算一下。哎，杨凯是完全不会的吗？这道题解法有点问题，应该这样。这不是乱写的吧？答案和解法都正确。今天谢了，小浩收我一下。杨叔，一家人客气了。如果让出点风头，就能培养起杨哥的学习兴趣，那是大功一件。你好，一共收费了188元。还有收据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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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不过。出点风头还不够，一颗甜草一巴掌才能起到作用。抱歉，我二大爷经常暴脾气。我不怪别人，我只怪我自己，不怪我当初没好好读书，就知道让我打游戏，还有我现在的生活。杨哥，寒假到现在，你打游戏都4天了，够了。谢谢二大爷。不怪我当初没好好读书，就知道让我打游戏，还有我现在的生活。4天还不够。对了，我爸有个同学是外科医生。啊？你说陈医生？老同学，假期了还让你帮忙？等你有空，一定请你吃个饭。我现在就有空。服务员，再来两瓶酒。别了，再高要出大问题。你别开玩笑，你的体检多高？5.6。只要你戒酒，就没问题。我爸说了，假体检报告一个阳，未来半年大病都不能喝酒，我很好奇，体质怎么不到我们的？先你的演技太差，其次写完字还把口顺口，很符合医生的职业习惯。你还是怀我了，不好的太多。
吃个饭，我二大爷出事，出的还是我错，遇到的服务员还正好能现身说法，但我又不说。你找我的事，再三的挑战，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是假公主，也知道这是你爸的计谋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假装人质？我在调查这个案子，其他都是假的，但有一点却不像假。我爸已经从国外出兵了。啊？你说谁已经？你知道，知道他的仇人以前在这里，你的夫人很烂。 但他毒不了，到时候考上了，通过毒书改变了命运，这是真的。我父母不敢有你。老妈，什么事？你计划成功了，你爸真戒酒了，以后允许你每天玩一小时游戏。做梦！你计划成功了，洋洋弃游了，以后允许你每天喝二两酒。孩儿他妈，我戒酒了。老妈，我弃游了。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决定去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啊啊！哦，终于自由，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